首先来关注321东航飞行事故。昨天晚上，321东航 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，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举行新闻发布会。321东航 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现场副总指挥、民航局副局长胡振江介绍了最新情况。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对321东航 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处置的有关要求，321东航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，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组织消防救援、解放军指战员、武警官兵、公安、卫生检疫、交通、自然资源等多部门，连续6天在事故发生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，并组织专家比对分析各类监控记录设备中的视频影像内容，综合分析空管雷达 ADS-B 等设施设备记录的关键数据，特别是对坠机现场残骸分布的勘查判断和分析，可以确定搜寻现场已无机上人员生命迹象。通过 DNA 鉴定，已确定120名遇难者身份。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，在这里宣布321东航 MU5735 航班机上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已全部遇难。我们将坚持尊重生命，对每一名遇难者亲属负责。后续还将进一步加大事故现场搜寻力度，继续寻找遇难人员遗骸、遗物以及飞机残骸，为事故调查取证提供有力支撑。同时，认真妥善做好遇难者的善后工作。我们对于这次事故深感痛心，对于132名遇难人员沉痛哀悼，对于遇难者家属深切慰问。请全体起立，为机上遇难人员默哀。